翅膀这边好吧。画大一点，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楚一点。然后这个地方勾下来，先这样勾好，勾好以后，然后我们再开始来画它的头。画大一点，所以大家都很清楚。先画头，这个又是先画头哈。所以我刚刚跟你讲说，我们有两种画法，一个是先画头的方法，一个是先画这个肚子画法啊。OK， 然后我们再来把它的。本来是这一步是要先的，我们现在把它放到后面来。来，然后再画身体。身体的话就是这个，这个颜色，带一点黄都可以。再回来，用浓墨，这个是它尾巴了哈，这个尾巴，所以这尾巴的话呢还是一样的，我们把它拿出去。脚呢，有些时候呢，用浓墨再加红。空中的时候是这样收回来的，脚哈，这一点不太容易的哈，对呀，要这样收回来，啊，那么你可以这个地方呢，是它前脚呢一点点收回来。三种、四种啊，那这里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把它涂黑，然后这个地方还是下来。